我们在上个星期呢开始介绍第四章的后半部所讨论的选举制度，但是呢我们在黑板上呢用比较适合我们台湾的方式呢来重新的加以整理跟介绍。下礼拜我们首先将选举制度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包含了多数决制、比例代表制跟混合制。那么首先呢我们所介绍的是第一个家族，就是关于多数决制。那么上礼拜呢我们曾经介绍过多数决制，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分为所谓的相对多数跟绝对多数，这是以候选人所需要当选的票数的多寡来做区分的。那么在相对多数这个家族里面呢，我们又可以分为所谓的单一选区的相对多数跟所谓的复数选区的相对多数。那么单一选区跟复数选区主要是指着那么所谓的当选名额的多寡，当选一名的小选区就叫做单一选区。那么这是我们台湾所有的行政首长选举所使用的制度，就是所谓的单一选区的相对多数决制。但是呢相对多数决制不仅是在单一选区制之下可以运作，在复数选区，也就是应选名额是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我们又分为所谓的中选区跟大选区也可以运作。那么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选区里面应选五名，那就是每个人投一票就以最高票的前五名当选等等，这种方式是叫复数选区。那么复数选区里面呢又以选民可以投票数目的多寡，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的区分为全额联计、限制联计跟所谓的单计非让渡投票制 SNTV。 那么我们上礼拜呢最后一堂课所介绍的复数选区制的话，这个对我们台湾而言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必须要多花一点时间介绍，这是课本上所没有提到的部分。那么因为课本上他们其他国家不会使用这种制度，但是台湾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部分呢特别来加以好一个这个 highlight 来加以介绍。那么比如说我们上礼拜所谈到的，无论是全额联计或者是限制联计，这是目前台湾所有的社团选举啊，当然不是正式的公职人员选举，但是台湾所有的社团啊，包含我们所说的从政党好到什么扶轮社啊、狮子社啊，到以后各位比如说各位的父母亲所参加的任何人民团体的社团，或者各位以后你们所要参加的社团，我们台湾所有的社团的选举都是用联计投票，好，都是用联计投票。那所谓的全额联计呢，就是指着应选名额有几名，你就可以投几票。好，像目前台湾的农会，好，比如说一个农会应选九名理事，每个人可以圈选九票，好，这个叫做全额联计。那限制联计的话，当然最常见就是二分之一限制联计，比如说应选九名，每个人最多可以圈选四位，如果圈选到五位的话，就超过了二分之一了。那么所以这就叫做所谓的限制联计。那台湾目前的话，二分之一限制联计、三分之一限制联计，都是在各种社团里面也常常看到的另外一类的我们常见到的选举制度。那当然这个是属于人民团体的，并不是正式的公职人员选举，但是呢虽然在其他国家很少使用，但是对台湾而言，尤其是在我们一般的民间生活里面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好，所以说我们特别的来在上礼拜呢来加以这个介绍。另外呢当然在复数选区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好，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继续要探讨的，就是 SNTV 所谓的单计非让渡投票或单计不可转让投票。上一次上课呢我们曾经说过 SNTV 好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这个在很多的国外的书籍里面会把它视为是限制联计里面的一种特例，好，虽然有时候呢不会把它另外单独的分类出来，好，就是限制联计是指的选民应选的票数少于应选的名额嘛，选民可以圈选的票数少于应选名额。但如果说一种情况就是不管应选名额有多少，每个选民都只能投一票，好，就是限制联计的一种最极端的形式，不管应选名额有几名，每个人只能投一票，那么这叫做单计。那么我们说过呢，也因此呢它往往被视为是 limit vote， 好，所谓限制联计的一种最极端的形式。但是我们说过，因为这个制度本身是台湾我们的目前的民意代表选举所使用的最主要的一种选举制度，那么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加以说明。 SNTV 呢我们说过虽然从2008年之后台湾的立委选举已经改成了大家应该都知道改成了所谓的单一选区两票制，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说正式的名称叫混合制。但是呢除了立委选举之外，
事实上台湾目前其他的各级民意代表选举，包含了乡镇市民代表，包含了县市议员，包含了这个直辖市议员，都还是照旧使用 SNTV， 好，复数选区单计非让渡投票制。那么事实上这种制度呢，是从1935年就是日本殖民时代开始使用的。好，当时1935年日本在台湾所举办的第一次的所谓的地方选举，好，当然当时不是一个自由的选举，好，就一半好是由这个民众选出，另外一半是官派的，并且女性还不能投票等等等等。但从1935年开始所举办的选举呢，日本在台湾所实施的就是把日本人所使用的 SNTV 引进台湾。所以台湾从最早的1935年开始到现在，台湾所有的民意代表选举，包含过去的什么省议员啊、国民大会代表啊等等等等，全部都是 SNTV。 好，所以这个制度对我们台湾而言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虽然现在全世界各国而言复数选区制已经 很罕见了，好，包含了全额联计、限制联计、 SNTV 在世界各国实施都非常非常少，可是这个对台湾而言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东西，所以我们特别要加以这个介绍。那么如同我们上一次最后面所谈到的，所谓的 SNTV 复数选区单计非让渡投票，那么它的名称 S 就是 single， 就是所谓单计，好，不管应选名额有几名，每个人只能投一票。那么所谓的非让渡或者是不可转让，就是指着一个候选人所多得到的选票不能够转到其他候选人身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投票的话，是有别于像是爱尔兰、马耳他他们这些国家选票是可以转让的状况，我们等一下马上要介绍澳洲也是类似的一种情况。那么所以我们 特别名称叫做单计非让渡投票。而这种制度本身，如果各位还记得我们上礼拜所介绍的全额联计、限制联计，那么全额联计的方式呢，主要就它的影响而言，我们上礼拜曾经说过，它是非常有利于一个大的派系想要垄断全局，对不对？我们用实际例子来说明，一个大的派系它只要能够掌握二分之一加一的选票，它就可以囊括所有的席次。所以呢，这种全额联计呢是非常有利于大的派系想要通吃。当然改成了限制联计之后呢，随着限制联计的比例越低，大的派系呢想要通吃的可能性困难度就越高。好，这是对于派系的一些影响。那么当然也因此在台湾过去无论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对于农会的选举办法都是在这上面呢做文章，好，希望呢能够怎么样打破地方派系垄断的一些情况。对民进党而言，当然对国民党而言的话，就是为了维护地方派系的利益，所以2008年执政之后呢又重新恢复了全额联计，这是对于派系会造成不同的一些影响。但是如果说就多数派少数派的立场而言的话， SNTV 它被视为限制联计的一种最极端的形式，事实上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也是最有利于少数能够拿下席次的一种这个制度，也就是对于少数派系的保障， SNTV 是最好的。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 SNTV 制之下，少数派他只要获得一个特定选票，他就有机会能够拿下一席。好，这是最有利于少数派系能够打破 大的派系垄断的一种方式，好，让少数派能够有机会获得席次。这是怎么讲？好，我们简单的来加以说明。在所谓的 SNTV 里面，我们不妨这样子说好了，我们有一种叫做安全票数的计算。
我们刚才说过呢，在复数选区的单计非让渡投票制之下，其实呢是最有利于少数派好能够打破大的派系垄断的一种方式。所以其实台湾过去的这种立委选举的这种制度，也是现在的各级民意代表所选的这种制度呢，所使用的制度不是完全都是负面的。其实它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这边首要介绍就是所谓的安全票数的计算方式。所谓的安全票数呢，在等一下我们介绍比例代表制的时候，也还会再说明。这个其实它有一个基数叫做族谱基数，叫 group quota。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公式，叫 v 除以 n 加一加一。这边 v 代表的是所谓选票数 ，n 代表的是应选名额。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怎么说呢？我们这样的想好了，如果一个选区里面应选一席，也就是 n 等于一，你要获得多少选票才保障自己一定会选得上？在应选一席的情况之下，你一定要获得二分之一加一嘛，对不对？比如说100个人投票，你怎么样来保障自己一定上？你获得51票就不可能被击败啊！你就算获得50票，你还可能跟对方平手，可能还要抽签，对不对？但如果说在应选一席的情况之下，100个人投票，你获得51票的话，你一定是立于不败之地，你不可能输。这叫安全票数。所以呢，如果 n 等于一，应选一席的情况，假设 v 等于100，100张票，对不对？你必须获得51票，你就不可能输，你一定赢。各位了解意思吗？好，这是，所以我们时常说嘛，如果在一对一的对决，比如说选市长、选总统，对不对？你必须获得51%嘛。你获得49%都不见得赢啊。那应选名额为2呢？我们是复数选区，对不对？像比如说，哎，过去这个，哪一个县市应选名额？哦，嘉义市。好，比如说嘉义市立法委员应选两席，如果你在嘉义市，你要选立委，你要获得多少选票，你才保障自己一定上？你要获得1/3。加一的选票，如果100个人投票的话，你要获得34票，你就一定会当选。哎，真的吗？100个人投票，你获得如果应选两席，你获得34票就一定当选吗？各位不妨想一下，当你获得34票的时候，不可能同时还存在两个人得票都比你多，你至少排第二，对不对？各位都那么聪明，应该一想就知道了。当你应选两席的情况之下，你只要获得1/3+1的选票，你就立于不败之地，你至少排名第二，因为不可能同时还存在两个人得票都比你多，顶多一个你也是第二名嘛，你还是会上嘛，应选两席嘛，对不对？同理，如果一个选区应选三席，好，比如说过去的新竹市立法委员应选三席，如果你想要竞选，你要估你的选票，你要得多少才让你的安全票数一定上？你要获得1/4+1的选票。如果100个人投票的话，如果你能够拿下26票，你就立于不败之地，你至少排第三，因为不可能还同时还存在三个人得票都比你多。好，这个叫安全票数。所以呢，那就是这个公式嘛 ，v 除以 n 加一加一，对不对？所以呢，应选一席，你要获得1/2+1的选票，你就一定赢。应选两席，你要获得至少1/3+1的选票，你就一定稳上。如果应选三席，你要获得1/4+1的选票。当然，这就出来了。好，我们再回到以前所说的，哎，台北市立法委员应选北区应选10席，所以你要获得多少选票来保证你一定上？你要获得11/1的选票，你就一定选得上嘛？因为不可能还同时存在10个人得票的比你多嘛，你至少可以掉车尾。那11/1是多少？大概9%吧。好，所以在台北市你要选立委，你只要能够有把握能够拿下9%的选票，你就一定上。这个叫做安全票数，安全票数的计算。所以我们说过呢，这为什么最有利于少数的派系？所以一个少数派系你知道啊，对不对？如果你要突破大派系的垄断，你在应选实习的一个这个委员会里面，你只要能够怎么样拿下11/1的选票，你找几个人联署，对不对？你能够拿下9%，好，100个人投票的话，你只要找9个人，好，我们全部投给我，好，这9个人投给我，那你就一定上嘛，你至少会当选一席嘛。所以，就对于少数派系，或者说我们说
像我们台湾的选举的话，小政党，好一些比较小的第三小党，小党能够有机会突破拿下席次的话 ，SNTV 是最方便的，单一选区是最困难的，对不对？因为单一选区只选一席，小的政党根本几乎没有机会嘛。看台湾现在立委选举，对不对？但如果在过去 SNTV 的话，小党只要拿到一个特定少数的选票，就有机会上。所以对于小党而言的话 ，SNTV 是最有利的。好，对于小的派系而言 ，SNTV 是最有利的。好，比如说台湾过去选立委，你可以发现，今年1月14号，那么第八届立委选举，像什么新党啊这些，根本在单一选区，亲民党都不提名人，他们只公布分区嘛，因为知道单一选区的73席更没机会嘛。后来当然亲民党跟台联顺利的跨过5%的门槛，拿下了席次，可是，在单一选区部分，他们完全放弃。但是你可以发现，2014年，比如说直辖市市长选举、各县市议员选举、各直辖市市议员选举的话，这些小党还是会纷纷推出人，因为他们知道复数选区，你说台北市对不对？一口气要选50-60个议员，那新党啊这些党还是有机会上啊。单一选区没机会，复数选区一定会有机会当选。好，所以这是对大党小党有不同的影响。好，这个叫族谱基数。那么这是我们 SNTV 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那当然它的一些其他的特性，我们等一下可能下一节课或者是下礼拜还会再讨论。那另外呢，我们这边要说明的是，这只是理论上的安全票数。可是事实上，好像各位如果以后要参与选举或者帮别人助选的话，事实上真的一个选举里面，你根本不需要这么高，你不需要这么高。当然，这个每个地区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法则要做一些折扣。为什么呢？你可能要试这一次竞选人数的多寡，然后呢有实力的人的多寡。如果说有一群人，每个人都很有实力，每个人都可以拿到1-2万票的实力的话，选票会分散。然后呢，有些人是那种专门超级吸票机，有没有一口气拿下7-8万？像我们上次说什么赵少康一个人拿下23万之多，他的个人1-2个人得票拉高，像过去陈水扁在台北市选立委，每次都超高，对不对？那么这种选票特别高的话，当然整个安全票实际上当选票数就会随之降低。所以如果候选人竞争很激烈，有实力的候选人众多啊，或者是说有1-2个这种超级吸票机的候选人产生的话，会使得安全票数还要再打一个折。比如说我过去在台中，我们的估算台中市的立委每次算出安全票数大概打7折就会上，可是没有一个候选人敢真的攻那个7折啊，总是希望选票越多越好，对不对？你攻7折，哎，假设什么4万票你会上，结果呢你拿到4万票，就最低当选是40001票，那你不是很亏？没有人敢以只攻取4万票为目标，都是希望拿到4万5、5万之类的。台北也是一样啊，台北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刚才说过，像过去台北市北区南区应选10名，理论上你只要获得1/11，你只要拿9%就会上。但是根据台北市过去的竞争法则，台北市竞争太激烈了。好，应选10席，每次都30几个候选人，并且呢有实力的各个政党所提名的，好大概能够拿下几万票的候选人一堆。所以呢，真正需要的安全票数，我们实际上说在台北市可能1/1就够了，大概1/1或60%的选票就够了。也就是说，台北市你只需要你拿到9%是稳当选，一定当选，不可能被击败。但真正最后吊车尾当选的可能1/1，9%可能4.5%就有机会当选。但是作为一个候选人，你不敢说那我只要4.5%就好了，其他选票就分给别人好了，不可能嘛，对不对？你拿4.5，别人也拿4.5，每个人都4.5的话，那可能就是差1-2百票，你可能就落选，你变成落选头。所以每个人还是希望尽量能够拿到5%、6%以上的选票才比较稳当。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以后还谈到每个候选人都喊救命啊，对不对？抢救啊，对不对？然后不要让我落选啊，等等，或者被人认为稳当选的，大家啊，他稳当选，我们票分给别人好了，结果他就落选了。这在台北过去非常非常多这种状态啊，连我们系上各位一个学长叫做丁守中，也曾经这样子高票落选过。那么，所以呢，我们上次说过，以台北市2004年的选举的话，哎，我这边我把记录查出来了，2004年的选举。台北市的北区，后来呢最低票当选的，我们上次说过叫林崇模。林崇模在台北市北区呢，最后我们知道9%就一定稳当选，但事实上不需要那么多。林崇模那时候当选的票数是第10名，当选的票数是林崇模，写一下名字好了，可能很多人已经不认识他了。以前是赫赫有名的，有没有听过叫立法院三宝？啊，他是立法院三宝的大宝。那么林崇模获得是。5.92，将近6%，
好，所以这是最低票当选的门槛。那么台北市南区，我们上过，这个人大家应该还知道。那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说过呢 ，SNTV 是最有利于小党能够有机会当选，所以我们说过，下一次台北市市议员选举还是有很多小党会争先恐后的出来选，啊，甚至绿党啊，很多都磨刀霍霍，希望有机会能够选得上。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而言 ，SNTV 在台湾过去被批评最严重的是什么？就是最有利于一些走极端的、比较偏激的、哗众取宠型的候选人也容易当选。他根本不是争取多数啊！你在台湾时常说什么什么要争取什么多数认同啦，什么选贤与能啊，在 SNTV 那都是假的。啊，我不是教各位做坏事，我只是说这是事实上就是如此。每个候选人都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根本不可能去获得多数认同。每个候选人所努力争取的都是特定少数选民的忠心支持，所以大家都争取少数，根本没有什么多数民意，对不对？我知道，我只要5%就当选了。只要是我选区里面有5%的人认同我，我就上了。我管你其他95%的人怎么想。你可以发现呢，在过去台北市，比如说立法委员，好，有某些立法委员就很奇怪，问来问去，怎么每个人都讨厌他？问了半天，哎，这个人他怎么会选得上？每个人都在骂，就他高票当选，因为他根本不需要你的选票。他根本不是在争取你的认同，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争取那个特定少数的忠心支持，5%、6%就够了。我的选区里面，我知道我的表现好，一些很荒腔走板的表现，你可能不支持，但是会有人支持，会有人爱，对吧？好久没有表现，很多人就开始说，哎，你怎么跑好久没表现，对吧？一定要上堂打一打。然后呢，这些选票就算5%、6%，他们非常忠心的支持我，我就上了。我上了之后，一样号称我代表你，我代表台北市的民意。这台湾过去选举很多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看事情你从哪个角度而言。那甚至我们说过，在很多中南部的县市，我们一个地方派系，我只要能够操控地方上10%的选票，我就可以当选两席立委啊。我管你政党怎么样，像台湾过去的话，根本没有什么政党政治啊，我靠派系就够了。一个派系如果在一个选区里面能够动员10%甚至20%的选票的话，我自己的派系就足以支持好几席立委，我根本不必甩政党的命令。你政党提名我 ，OK， 你不提名我照样当选。所以，我们台湾过去的政党政治很难落实。我们只需要争取特定少数，甚至再说难听点，我财大气粗，我就算买票，我能够买个5%，我也上。我不需要买我不需要买多数嘛，我不必买什么50%+1嘛。当然有时候不需要，因为他还是有固定票源。好，关键时刻我只要多买个1%、2%，我一样可以上。买票很容易发生。所以我们说台湾过去的 SNTV 的话，你只要争取特定少数，我们不是在凝聚所谓的多数共识，我们是在代表个别的少数的特别利益。我可能靠的意识形态，好像以前我们台北市南区有个立委，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以前新党的立委叫做冯户祥，他有一次接受那个媒体访问，他就说得很清楚，因为冯户祥是随着这个极统派，好极统派的，他就说我在台北市南区选，我当然知道南区的选民不见得很多人认同我，可是我不是争取他们的选票，我只要争取台北市南区好一些深蓝色彩的，只要有5%的人投给我，我就当选了。我根本不必理会那其他95%的人怎么想，他们骂我也好，不喜欢也好，说话我一样当选，只要那5%的人忠心投票给我。所以我们说过，这种制度之下，无论是什么极统的啦、极独的啦，各种声音都有机会当选。好，你可能有些人喊台独万万岁，只要喊这个证件就够了，因为只要我的选区里面有5%的人认同我的理念，我一样就选得上。当然，从某个角度而言不错啊，台湾的多元声音都可以充分彰显嘛，对不对？议会里面各种声音。那当然，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说的 SNTV 的一个特色就是，大家都要争取一个特定的少数。好，这是过去的一种选举。当然，我们说它的好处是可能小党容易出头，少数声音能够凸显，但它的坏处就是说，其实对于所谓的政党政治的运作啊等等啊，甚至买票贿选啊、派系操控，都是
同样容易应运而生的。好，这是我们台湾的 SNTV， 那以后我们还会再专门做进一步的介绍，在介绍我们台湾的选制改革的时候。好，这是我们在多数决制之下的这个家族所做的一些简单的说明。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的另外一个多数决制之下的另外一个家族，就是关于绝对多数制。我们在上个礼拜介绍这个选举制度的一个简单的历史，我们曾经说过，相对多数决制是最早出现的，也是最古老的一种制度，对不对？那到了18、19世纪，很多欧洲国家纷纷引入了英国的相对多数决制之后，他们就发现了，哎，这种多数决制如果有好多候选人出来选的话，容易产生所谓的少数代表，也就是当选者不见得获得过半数的支持。所以说，后来很多的国家就渐渐的采行所谓的两轮的绝对多数。好，两轮的绝对多数，当然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上次也说过，目前全世界的话，大概有60%左右的国家的总统都是所谓的两轮绝对多数选出的。那这个制度本身，在台湾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其实，在台湾，像各位如果读到什么高中的公民与社会，就告诉你多数决制、绝对多数就是这种制度。所以，这两轮绝对多数决制似乎就成为多数决制的唯一代表。但是我们这边只是告诉各位，绝对多数决不只是法国的总统的两轮绝对多数，还包含另外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叫选择投票制。好，选择投票制。所以在台湾过去，比如说我们在修宪的过程里面，好，这个93、94年在辩论的时候，我只是西元1993、94年那时候辩论的时候，在台湾探讨总统选举方式究竟要采取相对多数还是绝对多数，好，辩论不止。那时候相对多数跟绝对多数呢？相对多数就是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绝对多数就是指两轮绝对多数。似乎两轮绝对多数就是绝对多数唯一的方式，但是我们只是告诉各位，好，不一定。那么我们这边所介绍的绝对多数呢，介绍两种蛮著名的方式，一种叫做选择投票制，另外一种叫做两轮决选制，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两轮绝对多数。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所谓的选择投票制。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绝对多数决制呢，好，我们台湾的翻译其实不是那么的理想，我个人觉得，但是大家已经既非程式都在使用，就叫选择投票制。那么它的原来的英文名称叫做 alternative votes， 好，简称叫 AV。各位不要想歪了哈，这个是选择投票制 alternative votes。那么因为 alternative 就是什么样，不同的选项，好，不同的选项，所以它的原来意思是指着不同选项之间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们翻译成选择投票制，反而会让人觉得搞不清楚它原来是什么意思。它另外一个比较少用的名称，我觉得是比较接近原意的，叫做 preferential ballot， 叫偏好投票。好，偏好投票。那么它是让选民能够来按照优先顺序表达自己偏好的一种投票方式。我们等一下进一步来说明。所以呢，你称我叫 alternative votes 选择投票制，我个人觉得不是非常的合适的一种翻译。但是大家台湾现在都用这种翻译。好，或者是称为叫做偏好投票。那么2年前英国曾经举办了公投，好，英国到目前为止只举办过2次公投，好，一次是要不要加入那个欧盟，举办过公投，另外呢就是关于选制改革举办公投，但是上次的2年前的公投没有过。好，公投的标的是什么，就是英国实施了几百年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要不要改成选择投票制，就是采取类似澳洲的方式，就是自由民主党跟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之一。好，之所以他会答应他组成联合政府，就是说我们希望进行选制公投。结果呢，保守党同意了，好，我们举办公投。可是保守党并没有说他们要不要支持。结果呢，投的时候呢，保守党跟工党都反对，所以呢就没有过。那保守党当然不愿意改啊，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因为目前的单一选举制是有利于两大党。好，所以保守党跟工党都不太愿意改，
自由民主党当然想要改，但是还是没有推动成功。但是他们所投的就是选择投票制，所以这个制度连英国这个最老牌的民主国家，最早实施相对多数决制的都想要改这个制度，可见这个制度本身它是蛮具有特色的。那这个制度怎么样运作？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好，假设那么我们现在在澳洲，如果各位有亲朋好友住在澳洲，可以问问他们是这样来选国会议员的。好，假设他们也是单一选区，我们上次说过，绝对多数决一定是单一选区，好，绝对多数没有所谓的复数选区的。好，现在澳洲他们是这样投的，一个单一选区里面要选出一个国会议员。好，假设现在五个候选人，分别是怀特小姐，布莱克先生。布朗女士、平克先生跟、布鲁小姐，好，这个 有五位候选人。那选民怎么投？台湾的话就是缺选一位嘛，我们是单计，对不对？便是我们的选这个行政首长的话，也是当然是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嘛。哎，你喜欢 Black， 你就在那边盖一个章，对不对？请注意是盖的里面的章，不是你自己的章哈。以后你们要选举不要盖错了。我记得那时候谁？我们选总统的时候，不是林青霞还有好几位大牌的人都搞不清楚，进去呢拿自己的四章盖在上面，那变成废票。好，那么所以一定要是盖里面有一个章，那个章如果在座的投过票就知道，就是一个像个笔原子笔一样，然后两头都是好，都是一个这样子，里面一个就是像一个标记，好盖上去。这是台湾的选举，你盖两个的话也是废票，只能盖一个。好，那澳洲怎么选？澳洲是按照你的偏好。好，我们所说的你的 preference， 你的 preferential 的这个 order， 按照你的偏好顺序来排名做 ranking。比如说，你第一个喜欢的是 black， 你写一，然后呢 pink 是第二个，好 white 第三个，好 black brown 第四个 ，blue 五。你要按照你的偏好进行排名。当然说，我要写五个吗？如果我只认识两个，我可不可以只写一跟二？可以。你写一个也可以，但最多你可以五个都写。各位了解意思吗？你可以写一二，你可以写一二三，你可以写一二三四，你可以一二三四五，但是最多就是把你所有的偏好全部可以排名。当然，事实上澳洲的话，目前大概候选人大部分都是三个啦，好，他们就三大党嘛，好，所以其实每个选民也都知道，就像我们选总统，候选人也不可能太多。那当然，如果真的有一些名不见经传，你根本不认识他，你也不写也可以啊。主要就是三个主要政党，好，那么所以你大概一二三很清楚。变你的顺序也知道嘛，从左中右，好，这些保守、自由，好，等等，大家每个人偏好大概都蛮清楚的。所以呢，他们是按照偏好来进行排名。那怎么计算谁当选？计票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选票倒出来，好，然后呢，看看每张选票上面圈选的第一顺位是写给谁。好，还比如说现在五个篮子，好，分别是 white、black、brown、pink、blue， 有五个篮子。你看到这张选票，它里面写的第一偏好。是写的坏的，那就坏的放到坏的篮子里面。这张第一偏好选的是 brown， 就放到 brown 篮子里面。就按照每一张选票上面的第一偏好来做这个就是分别的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然后呢，计完票之后，看一看这五个篮子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得到的第一偏好，请注意得到的第一偏好是超过半数的。超过有效票数半数的，假设有一千个人投票，有没有人得到第一偏好超过五百票的？如果有人得到了第一偏好就过半了，那就不用继续开票了，因为他已经获得有过半的人认为这个候选是他们最喜欢的嘛，那这就符合多数嘛，对不对 ？majority 嘛，对不对？绝对多数已经有过半数的认为他们的第一偏好愿意支持他，那他就当选，好，开票结束。但是呢，如果没有任何的候选人得到的第一偏好超过半数怎么办？好，这边是关键。好，请注意，比如说假设 White 得到了 40% 的第一偏好， Black 30%、 20%、 6%、 4%，
好，这是每一个候选人得到的第一偏好的选票。哎，没有人过超过50%啊。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把得到第一偏好最少的候选人的选票拿出来。我们说五个篮子嘛，对不对？哎 ，Blue 只得到4%的第一偏好，就把他的选票拿出来，倒出来重新看一看，投给 Blue 的这个4%的候选人的选民的选票上面，他们的第二偏好投给谁？比如说投给 Blue 的这个候选人，假设啦，假设他的第二偏好的选民全部支持 Black， 他们可能是比较接近的，好，比如说 Blue 是新党，对不对？Black 是国民党，这个坏的是民进党，他们第二偏好很可能支持国民党的嘛，不会支持到民进党那边去。假设 Blue 的好这个新党的候选人，他们有4%的支持，他们的第二偏好全部都支持国民党。好，所以呢，怎么样把这第二偏好呢？所以考虑到的不止第一偏好，还考虑到每个选民心目中的第二偏好，把这个4%呢加到他这边来。好，看看有没有人过半数。还没有，那怎么办？把得到第一偏好第二少的候选人的选票再倒出来，那是 Pink， 对不对？把他的选票倒出来看看，看看支持他的选民里面的第二偏好是投给谁，然后把他选票分给其他候选人啊。假设了这6%里面啊，假设5%啊投给 Black， 啊1%啊投给这个 Brown， 看看有没有人过半数。哎，还没有，那怎么办？就把得到第一偏好第三少的候选人 Brown 再倒出来，看看投给他的选民里面的第二偏好是投给谁。啊，假设这些人他们第二偏好是投给 Black， 加上 Black， 那他就当选。所以这样一直从后面删回来，到最后至少剩两个嘛，两个里面一定有一个过半数。各位了解意思吗？当然这边各位或许会想到几个问题。哎，那如果有人，对不对，他的第一偏好是投给像 Brown，那 Brown 又被删除了，那怎么办？那这些人的第二偏好怎么办？那时候就往下面再看一个，看看他的第三偏好是谁，就分给其他候选人。那如果有些候选人少数的只写选民选票呢，只写一跟二，他没有写三，那还要分到第三的时候，可能就当废票放在旁边，就不计算。好，各位了解意思吗？他不是以这种方式呢，考虑到的选民不只是他的第一偏好，还考虑第二、第三偏好。那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产生一个过半数的绝对多数的当选人，但是选民只需要投一次票。像法国这种还可能往往需要投两次。从1965年到现在，法国总统大选从来没有一次好是一次就定胜负的，都需要投两次。那当然这是台湾最担心的嘛。台湾想要选一次都已经翻天动地了，选两次那还得了？那澳洲这种方式就是选民只需要投一次，而又能够让候选人。好，就在这种方式上能够获得过半数的支持。好，这个叫做选择投票制。澳洲这个制度已经实施了快一个世纪，从1918年到现在。各位了解意思吗？有没有不懂的地方？我们等下会用个实际例子 来做进一步的演练。那这个制度当然在台湾也曾经讨论过。我记得那时候在修宪第三次修宪的时候，民国83年的时候，那时候呢，不是我们刚才说过，对于相对多数、绝对多数辩论不休吗？啊，曾经有国大还有提议说，哎，那我们干脆用澳洲的方式好了，选择投票制，又过半数，选民又投一次票。那所以找我去啊，举办公听会讨论。我就跟他说，哈，你这个制度，你先说明，让其他的国民大会代表听得懂，你再提案，否则一般选民根本搞不懂。后来他这个案子就撤销了，因为他大概说了给半天，说了给其他国民大会代表说了半天，别人也不晓得他说什么。那就不了了之了。那这个是澳洲所使用的非常具有特色的制度，所以我还是要确定各位都听得懂吗？各位比较聪明，应该都听得懂。那好，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制度的简单的说明。那下一节课呢，我们对于两轮绝对多数决再稍微说明一下，然后用个实际例子来跟各位说明他们之间的一种差异性。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现在呢回到刚才所介绍的选举制度呢，继续来加以进一步的讨论。刚才我们所介绍的绝对多数决的这个家族里面，首先介绍的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也就是2年前英国所举办公投的主要一种选举制度，就是所谓的澳洲从1918年之后所使用的叫做选择投票制，或者称为叫做偏好投票。
那他的投票方式我们大致上刚才已经做了简单的说明，我们等一下会用个实际例子来让各位更了解他的一个好这个票转换的一个过程。那另外在这边我们稍微顺便说明的是，如果你们以后去看澳洲，但如果各位有亲友在澳洲，或者你有机会去澳洲游学的话，澳洲是两院制，澳洲的众议院是采取所谓的选择投票制，他的参议院采取的是 STV。我们首先说的是选择投票制 alternative vote。 好，那么我们刚才说过的，台湾曾经在修宪的时候，还有国民大会代表曾经想要提出来，事实上真的有很多国家是使用这个制度选总统的。好，他为了要让总统当选人能够获得过半数，好，又为了避免可能要投两次的麻烦，所以呢，有些国家真的用选择投票制，比如说像是斯里兰卡，好，这些国家他们的总统选举就是用所谓的 alternative vote 来投的。那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澳洲呢，它的参议院以及像是爱尔兰、马耳他等地的国会，他们所使用是叫做 STV， 叫做 Single Transferable Vote。那么这个制度呢，当然我们说过是台湾的 SNTV 的主要来源，对，台湾就是 SNTV， 就相对于 STV 的。那它是什么方式？其实如果各位问问你们在澳洲的亲朋好友去了解，澳洲的选民在选众议院、在选参议院的议员的时候，对于选民而言，投票方式完全一样。丝毫没有差别，都是那张选票。好，可能众议院选举是单一选区的选择投票制，我们刚才说过它的计算方式产生一个过半数的。那参议院呢是用复数选区，复数选区可是选民还是一样做偏好排列。那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说过，无论是单一选区或复数选区，它这个制度的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就是选票是可以转换的，对不对？你从 brown 啊，可以什么 blue 可以转到 black 身上，什么 pink 可以转到其他人身上，他选票是转来转去的。那参议院或者说我们说最有名是这个爱尔兰的 STV， 它是怎么搞的？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用同样的例子稍微跟各位说明，因为这个太复杂，这说起来至少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稍微简单说明。比如说，假设这个选区是应选三席，像台湾的那个议员选举一样，应选三席。然后呢，大家投票还是用偏好这样排名，选民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别。那如何决定哪三个人当选？这个方式以台湾而言，就是每个人第一偏好的前三名嘛，那就是这三个嘛，对不对？每个人只投一票嘛，第一偏好反映第一偏好前三名，就这样的。台湾是很简单的，选市议员就这样子。那澳洲的参议员或者是爱尔兰、马耳他的国会选举，他们怎么样选的？就是说，他们投下去之后，又回到刚才那个族谱基数了。凡是超过族谱基数的，他就有资格当选。我们刚才介绍族谱基数的意义嘛，对不对？你获得应选三席的话，每个人只要获得超过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你当然就有资格当选嘛。各位了解意思吗？对不对？应选三席的情况之下，你得到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你就不可能被击败，你就有资格分到一席。所以呢，他们就看应选三席。先计算族谱基数，以这个制度而言的话，族谱基数就大概就是25%，所以呢，凡是得票超过25%的选候选人就当选了。所以我们这边看看有谁超过25%，这个当选了，这个当选了。那应选三席还差一席怎么办？刚才有同学问我说，那这个多的选票可以转？他就是可以来转，我稍微说一下啊，各位听听就算了，就不用太在意。我说过，因为这很复杂，他把多的部分，比如说 white， 他只需要25%，可是他得到40%，他等于多了15%嘛，他不需要这么多嘛，对不对？我100票，我就26票就当选了，所以我25%就当选，我现在得了40%，所以呢，怎么样把投给white的40%的选票拿出来？总共这40%选民，看看他们投给的第二偏好是谁。好，假设投给坏的第二偏好，有些人第二偏好啊投给 black， 那 black 也当选，那就看他第三偏好往下看一个啊，有些人第二偏好选的是 brown 啊，
有些第二偏好选的是 pink 啊，有些人第二偏好选的是 blue， 对不对？然后呢，为了尊重这群选民的第二偏好，好，他多的部分，所以呢，把40%里面，看看他投给其他的候选人的选票，按照比例再分出去，分了15%，按照比例，比如说，他多了15票，那其他候选人的话，就按照他投给坏的40%里面的比例分给其他候选人，看看其他候选人能够得到来自于坏的多余的部分，他的比例分给他的选票里面有没有人过族谱基数？如果过的话，就当选。同样的 ，Black 他也多了5%，对不对？所以呢，看投给 Black 的30%里面，他的第二偏好投给谁？然后呢，按照5%的选票比例分给其他候选人，看看有没有人获得了来自于坏的跟 Black 的第二偏好分过来的选票里面有没有人过族谱基数？如果过的话，他就当选第三席。如果还没有人过怎么办？多的部分已经分出去了，当选者多的部分已经分出去了，那么就把最少的选票再倒出来，看看投给他的选票里面第二偏好是谁，再分给其他候选人，直到有人超过族谱基数当选第三席为止。我不晓得各位懂不懂，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他选票是转来转去的，所以我们说叫单季可转让投票。那台湾的是我们说过，像赵少康一个人23万多，对，他一个人可以让7个人当选，可是投给他的选票里面第二偏好是不能转让，所以我们台湾叫做单季不可转让投票。那我刚才跟同学聊天说过，我看过一个例子，爱尔兰一个选区应选五名，有大概20-30个候选人，然后他们总共开了14次的选票，才决定那5个当选者。当然，这在台湾是绝对不可行的嘛。台湾可能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后面就外面就暴动了啊。那开了14次，当然非常复杂。好，可是他们希望怎么样？希望就是尊重到每一个选民他的选票偏好都能够充分的能够反映出他们的一些想法。好，所以这样偏转来转去，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方式。那个就是所谓的单据可转让。我们说过的单据可转让的 STV 跟澳洲的选择投票制对于选民的投票是完全一样的。选民看不出任何差异，就是投按照偏好排名，按照偏好，然后选票可转移等等。好，那这是我们稍微在这边补充说明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介绍的是绝对多数，大家比较熟悉的，好，就是两轮决选制，好，英文叫做 runoff election。我把英文的部分，也大概稍微写了一下。runoff 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它所指的就是第二轮的一对一的对决。那么第二轮一对一的对决，我们说这个东西在投票理论里面就叫做简单多数决。好，所以这边当然概念上也可能让同学们稍微厘清一下，我们所说的简单多数 （simple majority） 在投票理论里面，所谓的简单多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两个选项里面得票多的当选，这个叫简单多数。但是台湾时常搞错，包含政治学者，包含各种政治学的书，都会把相对多数跟简单多数混为一谈。这两者有可能一样，如果候选人正好就有两个的话，相对多数跟简单多数是一样的意义。可是如果相对多数的话，候选人可能不止两个，可能有3个、4个、5个，对不对？所以呢，相对多数决制之下的当选人不见得过半数。他只是几个人里面像赛马一样，几个人里面跑得比较快的那个嘛。可是如果相对多数的候选数目只有两个，两个人里面得票多的一定是有效票数的过半数。而简单多数最常使用的情况是什么？就像是各位如果有没有参加学生议会，各种议会的表决一定是可否、赞成、反对，对不对？那赞成的票比较多就通过，反对的票比较多就不通过，那个就是简单多数。所以呢，就政治学的投票理论的严格意义，简单多数就是指的候选人或者选项只有两个的状况，然后得票多的，当然另外会有一些弹书，比如说废票算不算，对不对？废票算不算计算在内等等。一般的议会的表决，你只要超过，只要达到开会人数的话，投票的话，废票是不管的，就是看赞成反对哪个票多。好，就是当然看不同的一些规定了。那有些很写得很清楚，必须要超过什么总额过半数那之类，那是另外的规定，否则就是 simple majority， 就是这个意思。那绝对多数是什么意思呢？两轮绝对多数就是指着第一轮使用相对多数，第二轮使用简单多数。好，在这边就很清楚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第一轮是相对多数，几个候选人里面看看有没有人过半数，如果有人过半数就当选了，就不用投第二轮。可是如果没有任何人获得过半数的选票的话，将要以得票最高的前两名进行第二轮的对决。那第二轮我们说过候选人就有两个，那叫简单多数，得票多的一定是超过有效票数的过半数而当选。所以呢，所谓的 run off 就是指着，我再强调一遍，第一轮的相对多数配合到第二轮的简单多数，但是第二轮简单多数不见得一定会举行，因为第一轮如果就有人过半数的话，第二轮就不必了。但是我们说过，像法国到现在九次的总统大选，没有任何一次是在第一轮就有人过半数的，都必须第二轮。并且请特别注意的是，第二轮是 simple majority， 候选人只有两个，有些状况之下不能叫 run off。我举个例子来说，台湾的各种议会的选举，选议长，就是议会的内规，包含立法院院长的选举，他们也是采取两轮投票，可是不叫做两轮绝对多数。为什么呢？比如说选立法院院长，好，立法委员互选之，如果有人第一轮过半数就当选，如果没有人过半数的话，想要得票最高的前三名进行第二轮。那如果前三名进行第二轮的话，那第二轮也不见得有人过半数啊，因为三个候选人嘛，得票最高的也不见得一定过半数嘛，对不对？所以那只是两次的相对多数而已，这个不叫做 run off， 那顶多叫两轮投票。好像美国，我们刚刚举办美国总统大选，我们上次也介绍过，美国总统大选如果没有人获得选举人团过半数的话，是以得票最高的前三名在众议院里面由国会来选，由众议院投票，那就不叫做 run off。 或者像法国的国会议员选举，请注意，有法国的国会议员跟他的总统大选不一样，总统大选就是如果有人过半数的话就当选，如果没有人的话是以得票最高的前两名进行第二轮。法国的国会议员怎么选？他也是两轮投票，是第一轮有人过半数就当选，如果没有人过半数的话，想要得票超过 12.5% 的人，都可以进行到第二轮。在第一轮国会议员选举里面，法国没有人过半数的话，凡是超过 12.5% 的人都可以进行到第二轮。所以他的很多选区里面，第二轮的话候选人还是有三个甚至四个，所以第二轮投票里面过当选的最高票不见得是过半数。所以法国的国会议员也顶多就是说他是两次的相对多数，第二轮的当选结果还可能是相对多数。 12.5 是多少？就是八分之一。所以从数学的极端值而言，有可能第二轮还有八个候选人，当然不可能了，最好每个人都 12.5， 对不对？但是有可能在很多选区都是三个四个候选人，所以第二轮的当选者也未必是超过 50%。 所以那样子的像法国的国会议员的话，我们只能说他是叫做两轮投票 two ballot， 但是不见得叫做 run off。 run off 的意思是指的第二轮一定只剩下两个候选人的一对一的对决。好，这是被视为最公平的。好，就是选民两个嘛，好，你认为 A 比 B 好还是 B 比 A 好，好，这个所谓的 simple majority 是最公平的。但是我们一般民主国家，你不可能限制候选人只有两个嘛，所以基本上这个很难能够使用。好，这是两轮决选制，这当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也是我们过去的总统大选辩论到底是要绝对多数、相对多数的另外一种典范。那目前也的确，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大概六成左右的总统选举是用两轮绝对多数，好，叫两轮决选制来产生他们的总统。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因为当然很多国家还是认为说这个，从威权走向民主嘛，从共产走向民主，还是对于总统的职位蛮重视的。好，认为总统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百废待举的时候，还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人能够带领国家，好，作为一个国家努力方向的一个象征啊，等等等等。好，很多国家或文化里面对于总统这个职位还是蛮重视的。那当然，这么重视总统的职位，还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民意基础，好，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正当性。所以往往都会使用两轮绝对多数来产生他们的一个这个总统。好，这是我们对于所谓两轮决选制的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几种制度它有没有可能产生不一样。你讲了半天什么相对多数、绝对多数，好，什么什么选择投票制，有没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我们有个模拟的一个小小的模型给各位来证明一下它有可能造成不一样的当选人。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在黑板上用一个小小的一个 model， 好来看一看，是不是有可能在不同的选举制度放下去，它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选举结果。好，我们现在用这样子来看，假设一个委员会十个人都组成一个十人委员会，那么他们要选择一个主席。好了，现在候选人四个 ，X、Y、Z、A 四个候选人。好，这十个人的组成的委员会要选出一个主席出来。好，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种选举的场景啊，或者说十个人这一个班选一个班长啊，无所谓。这四个候选人，那么他们的 voter 就是每个人偏好这样，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个人对四个候选人排列，所以这边这个叫做 preference order， 叫做偏好，好偏好顺序。第一就第一偏好，二就第二偏好嘛，他最讨厌就是第四偏好，这样排下来。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如果这十个人的委员会决定所使用的就是台湾所有的行政首长选举最常见到的就是相对多数决制。如果使用相对多数决制的话，那么谁可能会当选？如果相对多数决制，每个人投一票，当然我们这边假设每个人就选择他心目中最喜欢的候选人。我们说过，我们现在暂时不考虑所谓的弃保，好，我们先考虑每个人他们的就是投给他最喜欢的候选人。那当然这个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个人应该选择他心目中的第一偏好，所以相对多数决只是反映了所有的人的偏好排列里面的第一偏好，这样子的资讯，这样子的资讯被反映出来，反映在选票上。那有可能第一个候选人他只能投一票的话，他会投 X， 对不对？你说他不投 X， 投给 Z，怪怪的嘛，好，那第三个人又投给 X， 他不投 X， 投给 Y， 那也蛮奇怪的，好，所以我们假设如果这样子的话，一二三四应该要投给 X，X 会获得四票 ，Y 会获得几票？三票，五六七会支持 Y，Z 应该会获得第八跟第九两个选民的支持，然后 A 也会获得第十位候选人的选民的支持，所以呢可能是四三二一，所以呢相对多数的当选人虽然不到半数，相对多数的当选人应该是。X 当选，对不对？那如果采取的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法国的两轮绝对多数决，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说的全世界大概60%的国家所使用的这种制度，那么谁会当选？十个人里面过半数是六票，啊，五票还没有过半，六票还过半，没有任何人第一轮投票过半。那怎么办？因此要选择得票最高的前两名进行第二轮的对决，那就是 S 跟 Y 进行第二轮的对决。如果只剩下 X 跟 Y 的话，第二轮谁可能获胜？ Z 跟 A 都被删除了，所以第八跟第九，如果 Z 被删除的话，他们可能会投给第八个的话，他应该投给 Y， 如果他没有弃权的话，因为 X 他最讨厌嘛，所以他这票的话可能还是含泪会投给 Y。第九个人的话 ，Z 被删除，他应该支持他的第二顺位 Y。第十个 A 被删除的话，他应该也会投给 Y。所以如果还有机会第二轮的话，将会是6-4，那么应该是两轮绝对多数决，应该是 Y 获胜。那如果采取是澳洲的选择投票制呢？每个人进行偏好排名，这样排下来，那正好就是我们把一二三四当作偏好排名，对不对？那好，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所以第一轮的话 ，X 还是一样，四票、三票、两票、一票，没有人获得过半，所以要把得到最少的第一偏好的选票倒出来，对不对？看看他投给谁，所以 A 嘛 ，A 的话，第二偏好投给 Y， 那就把 Y 就是给 Y 了，所以。要分过去之后变成4-4-2，还是没有人过半嘛？还是没有人过半，那怎么办呢？那要把得到第一偏好第二少的候选人，就选票倒出来，那是谁 ？Z 有两票嘛？那这两票倒出来，看看他的第二偏好投给谁？第八个第二偏好是 A 已经删除了嘛？那就我们刚才说过，那就看第三投给 Y， 好，就放到 Y 的篮子里面，对不对？那 Z。另外一个第九个人，他的第二偏好是 Y， 那就放到 Y 的篮子里面。所以呢，开到这边产生了过半 ，Y 获得六票，过半数当选。这就是选择投票制，从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没有？
透过他第二篇号的名被删除，来往下继续看。所以呢，采取澳洲的选择投票制，当选者还是 Y。所以各位看一下哦，同样的一群人，偏好完全不变，可是呢，用不同的制度放下去，当选的人可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好，这是新制度论的论点，决定最后当选人的不仅是选民，还是制度。好，不仅是选民，也是投票方式。所以我们刚才说过，同样的一群选民，完全不变的偏好，可是你用不同的选举制度放下去的话，你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当选人。所以呢，选举好不是像我们从小所背的啊，就是公平、公正、公开、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那我现在告诉你，即使是在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公平、公正、公开之下，你投每天投下去一票，不是结果就自然出来了。你要看你怎么样来计算选票，可能产生的是不一样的当选人。你觉得谁的当选比较公平？你觉得谁比较代表民意？好，在台湾，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很喜欢膨胀自己，对不对？这个好不容易选举当选了，哇，我就是民意啊，民意最大，好，我好了不起，对不对？我的声音就是代表上帝。可是问题是说，你只不过是在某一种投票方式之下，很幸运的脱颖而出而已。从某种角度而言的话，我们换一种制度，就不见得是你当选。尤其相对多数，对不对？你相对多数是你 X 当选了，你换个两轮绝对多数，你可能是落选的。好，所以我们当然也是说，这些政治家们，那么也不要太膨胀自己了。到底什么叫民意？民意如何代表？我们如何？我们即使尊重每个人有多元的偏好，可是如何把这些多元偏好汇集起来，成为所谓的民意？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那些政治人物每天说啊，我要倾听民意，你怎么倾听？你怎么知道什么叫民意？如何汇集民意？好，其实这是很重要，我们政治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啊，对不对？每个人都一票，那叫政治平等吗？每个人投下一票之后，怎么计算选票？当然，你如何来衡量？我们说平等，或者说哪一种制度比较公平？你说相对多数比较公平，还是绝对多数比较公平？当然，这个在政治学上有很多的讨论呐。好，各有利弊，我们只能说，这个197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叫 Kenneth Arrow， 他早就证明出，好，他所提出来的 impossibility theorem 不可能定律，他早就证明出没有任何的投票方式是绝对公平的，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优点缺点。好，这是经济学者，后来还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当然我们说过呢，有一种很有趣的一种衡量方式，你如何衡量一种集体选择的方式，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投票方式是公平的，一种常被人所提出来的，还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各位还记得吗？1875年的康多塞他所提出来的投票的矛盾。好，我们这个叫康多塞 criterion。好，叫康多塞原则或康多塞标准，好，康多塞这个什么什么康氏原则。康多塞当时说，一个投票方式公不公平，他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公平叫标准，衡量标准。你说什么叫公平 ？Fair， 大部分人认为说对我有利叫公平，对我不利叫不公平。可是我们一般在做衡量指标，你不能这样看了、啊，不能说对我有利就叫公平，对不对？你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康多塞所提出的标准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选项，它能够在最公平的简单多数决制之下，能够击败其他所有的选项，那么这样子一个选项，它应该当选。各位听起来觉得如何？也就是说，各位可能还记得以前我们所说，如果假设有一个选项 A， 它能够在一对一的状况之下，多数人都认为 A 比较好 ，A 碰到 X，A 赢 ；A 碰到 Y，A 也赢 ；A 碰到 Z，A 也赢 ；A 不论碰到任何一个选项，多数都认为 A 比较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选项，他认为任何的选举制度都应该让他能够获胜，才叫公平。为什么？因为他在最公平的一对一的对决之下，多数人都认为他比较好。A 碰到 X，A 就会击败 X。A 如果碰到 Y，A 会击败 Y。一个这样的选项，当然这个选项不见得一定存在，在很多情况之下不见得存在。但如果存在有这样的一个选项的话，在他碰到任何其他的选项的时候呢，多数人都认为他比较好。那么这样子的选项，康多塞认为任何的选举制度都应该让他能够获胜。好，这个叫做康多塞原则。如果你能够接受这样的原则，你觉得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那我们回来看看这个里面存不存在康多塞 winner， 所谓的康氏赢家。有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A。A 就是一个康多塞 winner， 为什么？你看看，如果 A 碰到 X， 多数人认为 A 比较好，还是 X 比较好 ？A 会击败 X。如果 A 碰到 Y 呢？A 也会赢 ，A 也会击败 Y。如果 A 碰到 Z 呢？多数还是认为 A 比 Z 好。所以呢 ，A 不论碰到任何一个 X 或者 Y 或者 Z， 多数都认为 A 比他们好。所以 A 是我们刚才所定义的 Condorcet winner。好，我们现在产生很多不同的 winner。台湾的总统选举的相对多数决 X 赢。法国的两轮绝对多数决 Y 赢，澳洲的选择投票制 Y 赢，一个被认为很重要的公平性的标准之下，康氏赢家 A 赢。那你觉得谁应该当选？甚至呢，当然如果从康德斯的角度而言的话，无论是 X 或 Y 都不太公平嘛，因为好像大家最能够接受是 A 嘛，没有人把 A 放到最后啊，大家对 A 好像都不太讨厌嘛。可是这可怜的 A， 在我目前所流行的选举制度之下，没有一种制度能够获胜。那我们到底选出什么？然后我们再进一步说明，我们台湾行政首长选举，我们就这样投下去，然后 X 就是获得了我们所说的每一个选民的内心的所有的偏好的某一个讯息，就是第一偏好。我们把只是计算这个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叫民意，然后当选的认为说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就代表台湾的民意。对，我们反映的只是第一偏好的民意，并还是相对多数，他还不见得过半数。我们目前台湾的选举制度相对多数决制就是反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相对的他当选了，他就他可以执政四年，他可以代表台湾所有的人。那如果这个叫民意，那这个呢？十个人里面有过半数的人最讨厌他，这个叫不叫民意？这个民意怎么反映出来？没有，我们只是反映了那个民意，然后那个东西就被极大化、神圣化、道德化。那这个民意呢？很对不起，没有办法反映。有过半数的人最讨厌 X， 可是他相对的获得第一偏好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的制度到底在反映什么？啊，我不是影射现在的马英九或者以前的陈水扁啊，跟那个无关。我只是说我们的制度本身会有这样的问题，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并且更有趣的是，你可以发现在这个例子里面 ，X 它不但不是 Condorcet winner， 还是 Condorcet loser。什么叫康多塞 loser？ 什么叫康氏输家？也就是说，这个 X 在我们台湾目前的行政首长选举里面，能够当选总统、当选市长、当选镇长、当选县长的人，他可能在一对一的最公平的简单多数决制之下，他会被其他所有候选人所击败。以这个例子来看 ，X 碰到 Y， 多数人宁愿选择 Y；X 碰到 Z， 多数人宁愿选择 Z；X 碰到 A。多数人投给 A，X 在这个例子里面，不论碰到任何一个人，多数人都不会选择他。
这叫 counter strike loser， 他会被其他所有的候选人所击败。可是，在我们的制度之下，他竟然是最高票当选。好，这个叫选举制度。我们告诉各位，选举制度不是啊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啊，公平、公正、公开，好像投出来结果就代表无限的具有道德正当性。你看你用什么样的制度啊？我们这边已经告诉你了，可能会产生三个不同的当选人，你喜欢哪一个？好，这是我们关于所谓选举制度，我们目前全世界最常使用的，无论是相对多数还是绝对多数，理论上我们都可以证明出，其实他们各自有一些缺憾，好，各自都可能有一些缺憾，好，所以我只是提醒说，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方式，所使用的一种汇集民意、汇集多数民意的方式，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而它汇集出来的结果，是不是绝对就是我们选出来一个哇好棒的人？不一定，只是看你怎么样的计算方式。所以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就是，我们所强调的，我们所选出来的人不见得是怎么样，重要就是说，我们每隔几年，我每隔四年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不见得代表所选的绝对是对的，对跟不对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好，从古典自由主义的就是说，定期改选，我们选出来你只是相对多数之下的一个幸运儿，你只不过是绝对多数之下这种计算方式之下，你有机会脱颖而出。你就好好为我们做事，你做了四年做不好，我们下次我们不选你，选别人，就这样。而我们选出来的人到底是一定是好人，还是一定很棒的人，那不一定。好，自由主义者不强调这些，只是强调我们要定期改选，要有公平的竞争，只是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对选举制度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那这是我们所介绍的所谓的相对多数跟绝对多数的概念。那当然，这一套东西我们说过呢，到了十九世纪末年，欧洲国家出现了另外一种制度的改革，当然是随着政党的兴起。随着政党兴起之后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之外，更有很多人发现，哎，在相对多数或绝对多数制下，一个政党他在国会里面所拥有的席次比例，好像跟他的得票比例不见得很相称，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叫 disproportionality， 叫不比例性。或比例性偏差，所以当然后来不是还开了什么两次的国际会议来讨论吗？终于从1899年比利时开始实施了第一个比例代表制，后来到1920年代左右，全欧洲国家几乎全面的改成了比例代表制，而成为了足以跟多数决制能够分庭抗礼的另外一大套的很重要的选举制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第二大家族，叫做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好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那么其实呢，大家对它的了解可能是非常有限的。顾名思义，什么叫比例代表？好，就是希望呢，一个政党的得票比例能够尽量的忠实的反映在他国会里面所拥有的席次上。好，假设一个政党得到30%的选票，哎，他在国会里面应该拥有30%的席次，就这样子，对不对？是大家。一般来说，对于比例代表制的一个了解，就是政党得到多少比例的选票，就在国会里面拥有多少比例的席次。可是事实上，
目前像欧洲国家实施比例代表制，没有一个国家是相同的，它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席次计算方式。举例来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政党得到多少选票，就在国会里面拥有多少席次，它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它的一个前提是应选的席次要足够多，最好是以全国为一个选区来分配。但是这种国家非常少，比如说整个欧洲只有荷兰如此，还有只有德国的全国不分区代表。那么比如说荷兰，然后或者像以色列好了，荷兰国会150席，好，以色列国会120席，好，荷兰150席的话，那么每个政党得到多少选票才可以比较符合他的比例分配嘛？ A 党得了30%的选票，他大概分到几席？大概可以分到45席。哎，怀疑吗？没有问题吧？这应该不用计算机嘛？好，那么 B 党得了10%的选票，他大概可以分到15席，这是选票足够多啊，啊，席次足够多。像以色列120席也是一样，他的国会对一个党啊得了10%的选票12席，20%选票24席，大概这样子。可是我们刚才说过，欧洲国家非常少这样子，大部分的国家还会依照他自己的本身的可能国内的我们一些族群、好地区、历史文化，还是会切割选区。比如说包含日本嘛，我们知道日本的全国不分区代表现在180席，全日本还分成11个选区。台湾现在是单一选区嘛，台湾现在34席的不分区的话，全台湾是一个选区，没有再分嘛，没有分什么北区啊、中区、南区，没有再分，全台湾是一个选区，对不对？每个政党得到多少选票来分配？可是连日本都要划11个选区，所以呢，很多欧洲国家因为它特殊的一些地域、历史、宗教、文化的因素，它还是会划选区，还是划选区啊。每一个选区的应选名额就不像你想象那么多。我们刚才说过，第一个国家实施比例代表制是比利时，比利时就如此啊，一个那么小的国家还划了一堆选区，因为它的境内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对不对？他为了各个尊重各个种族的权益，比如说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资料，比利时划的选区里面最小的一个选区，按照比例代表制哦，最小的选区应选3席。请问你3席怎么比例代表制？假设那个选区应选3席，4个政党40、30、20、10，请问这3席怎么划？怎么分？请问这3席怎么分才叫做公平？1110，那不太公平吧 ？A 党的选票是 C 党的2倍，竟然是同样1席。3000，那不可能吧？我30%选票竟然分不到1席。2100，你不管怎么分，都好像不太公平。为什么？因为可以分的席次太少，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问题。我们刚才说过，比例代表制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啊！一个政党得到多少选票，分到多少席次，包含各位去看一下，民国81年第一次跟第二次修宪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度监察委员改成比例代表制产生，那也很有趣。我们的修宪修完之后还没有选过，就废掉了。监委后来变成怎么样？总统提名经由国大同意嘛，现在变成总统提名经由立委同意，对不对？国大也废了，废了一堆。那么，所以最早的时候，监察委员就是由人民选出来，按照比例代表制产生。好，我们的修宪因为政修条文第一次修完了，第二次又改了，又把它盖过去，第三次改了又盖过去，所以过去修宪都已经不见了，好像穿过水无痕。好，但是我们说过，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其实你可以看看过去修宪。那时候我就报纸上写的就骂不是骂了评论。那么比如说那时候的监察委员按照所谓的比例代表制产生，那时候还有所谓侨选监委，好，什么国内什么产生多少人啊，什么什么一大堆侨选监委的名额2名，我看了就疯了，2名按照比例代表制产生，你怎么产啊？很奇怪嘛，对不对？因为名额太少了嘛。所以我们说过，其实比例代表制问题很多。然后当然我们进一步给各位说明，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台湾目前的单一选区两票制，好，我们的混合制是模仿日本而来的，
但是各位可知道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台湾的全国不分区的产生方式跟日本的全国不分区产生方式就不一样。我们刚才说过，全台湾34个不分区是全国一个选区，没有分选区。日本180席分为11个选区。日本是两边列名，这我们下一节课再谈。日本是两边列名的，好，叫做所谓的这个重复候选制，他可以在单一选区参选，同时列名在不分区。台湾是不准两边列名。日本还有惜败率，就是看谁败的比较可惜。如果在单一选区落选了，如果你败的比较可惜，在不分区还可以复活。台湾没有这个东西。当然，最重要的制度上的差异是，日本的比例代表制全国不分区，他们所采取的是最高平均数法，而台湾所采取的是最大约数法。我们是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各位读过的东西告诉你说啊，台湾就是模仿日本的，错。我们有太多地方不一样，但大致上看起来很像，可是在细微的制度设计上差异性非常大，好，差异性非常大。所以呢，对比例代表制，好，不是大部分单纯想象的一个政党得到多少选票，在国会里面分到多少席次，它有非常非常复杂的计算方式，还在包含了什么？每个国家可能各位也听过有不同的门槛。政党门槛，好，比如说台湾现在是5%，对不对？你得票必须超过5%才能分配。每个国家的门槛又不一样，日本是没有门槛的，啊，有些国家1%，有些国家2%，每个国家门槛又不一样。然后再加上怎么样，又可以允许到选民，像台湾目前的话，我们等一下会介绍，我们所提出来叫封闭式的政党名单，每个政党提出名单，我们选民不能够对政党名单做任何更动，对不对？比如说，我们34席，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名单，34个候选人，哎，按照比例一分配，国民党分到14席，所以第一名的14席，14名当选，15名就落选。我们民众没有办法决定那个顺序的，可是很多国家是可以让民众决定那个顺序的。好，不要以为比例代表制只是投给政党，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是除了政党之外，还可以挑选候选人。所以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说过，这些因素全部综合在一起。还有很多国家还不仅让选民可以选候选人，还可以跨党投数个候选人。像瑞士就如此。所以每个国家制度设计差异很大。所以我们说综合起来，欧洲国家实施比例代表制的没有一个国家一样，并且非常非常复杂。好，当然那么复杂，我想我们大一的政治学课没有必要介绍。那么我们在这边简单的说明一下，在比例代表制之下最重要的两种我们刚才所说的席位分配方式，然后我们用实际的例子，当然更要跟各位说明的是我们台湾目前是怎么样选出来的，我们台湾的全国不分区是怎么样计算出来，我们用实际的方式加上门槛怎么样来计算给各位看。好，我们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我们说过最早的理念就是从19世纪开始，为了要让政党的应有的得票率能够在国会里面的席次率能够充分的接近，所以设计出了比例代表制，它基本上是以政党为投票对象，这是没有错的。那么，而在这个制度之下，目前最常见到的席位分配方式这两大类，其实还很多种啊，什么圣拉格式、修正式、圣拉格式一大堆，好，最高平均数法什么什么也好几种次类型，但是我们就不要，我们只介绍两种最主要方式。第一种最大约数法就是目前台湾的制度，我们从民国80年的二届国大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全国不分区一向都使用最大约数法，而日本的就叫最高平均数法，所以我们以这两种作为下一节课跟各位介绍的两种最主要的制度。当然，这两种也是目前全世界使用最多的，使用最高平均数法的是最多，使用最大约数法台湾这种是第二多。我们这两种我们下一节课再介绍，我们先休息一下。刚才呢在上堂课呢，我们开始介绍比例代表制。那么我们说过呢，其实它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东西。而这边呢，我们化繁为简，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两种最常见到的，也是跟目前台湾比较有关系的一种所谓席位计算方式。而比较完整的比例代表制号，那是一门专门的课，有非常非常多的计算席位的方式，各个国家实施的都不太一样。那么，而目前全世界来统计的话，大概最常见到就是最高平均数法，日本的这种制度。那第二常见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最大约数法，很多国家像德国跟我们一样都是最大约数法。那么它怎么样来计算席次？好，我们用个实际例子来演算给各位看。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了，某一个选区
应选五席，采取这边又一个东西了，叫做黑尔基数 （Hair Quota）。好，这边黑尔不是兔子的意思哈，就是一个人的人名啊，黑尔基数。他们比例代表制之下，先要决定一个国家所采取不同的基数。所谓的基数 （quota） 的意思就是说，超过多少选票，你就有资格分到一席。好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什么族谱基数，对不对 ？V 除以 N 加一加一，那族谱基数啊，就是安全票数嘛。好，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哎，那个应选两席得到三分之一加一，你就一定会当选。好，应选五席得到六分之一加一，就一定会当选。那是各位可以想象得到。那其实黑尔基数也是很直接的想法。黑尔基数公式就是 V 除以 N， 这什么意思？假设我们说过这个选区应选五席，总共有六万票，那意思就是说六万除以五，你凡是超过一万两千票，你就有资格分到一席，就是总票数除以应选席次，就这样子，对不对？应选假如有一百万票，这个要选出二十席，那你只要得到超过五万票，你就有资格分到至少一席，就是这样子。台湾目前就用这种方式，最简单，我们台湾什么都用最简单的，就是哈，不用太复杂。那么 V 除以 N， 那这个基数在什么用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实际的分配方式。我们刚才说过呢，假设这个选区应选五席，然后有四个政党 A、B、C、D 四个政党，他们的得票数分别是这样子 ：A 党得到24600票 ，B 党得到15600票 ，C 党得到11800票。D 党得到8000票，总共6万票。总共6万票，四个政党分别得到多少这样选票？五席怎么分配？五席怎么分配？那采取我们所说的黑尔基数最大余数法，也就是目前台湾的制度，我们等一下会用实际例子来说明。它是这样分的。首先看黑尔基数是多少，我们说过总共6万嘛 ,6 万除以 5,1 万 2. 换言之呢，你有1万 2, 你就有资格得到一席。你就得到一个基数，对不对？那一万二可以得到一席，两万四就可以得到两席，三万六就可以得到三席，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呢，我们看看这样子的话，如果黑尔基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发现他们的席次是多少 ？A 党24600票，等于说他怎么样？他的选票呢，大概够两个基数，够两个基数，因为一万二就可以到一席嘛，两万四他就分到。已经达到两个基数的这个量，对不对？所以它分到两席。B 党一万二就有一席 ，B 党是一万五千六，所以它够超过一个多少？超过一个基数，可是还不到两个，所以它也分到一席。C 党一万一千八还不足一个基数，还没有办法分到席次，零席。D 党八千也不到一万二，零席。所以呢，按照黑尔基数而言的话，只有两个政党超过基数，而五席里面只分到三席。重点来了，那剩下两席怎么办？好，这是最大余数法的，跟等一下介绍最高平均法的差异在这里。当然，这边我们先打一个岔。其实很多的欧洲国家这就更复杂了，他们很多国家的计算席次就计算到这边就 stop， 超过基数的按照比例分配就没有了。那剩下两席怎么办？这个选区剩两席，那个选区剩一席，这个选区剩三席，把所有没有分到的剩下的选区合起来再分一次。在比较高的层次，比如说这是每个选区嘛，在比较高的层次，比如说省，好，在省的层次把每个选区分剩下的席次，在比较高的层次再分配。这干嘛？为了让小党能够有机会获得席次。所以他们设计的非常细腻，各位了解意思吗？好，区域的部分。剩下的在更高的层次再分一次，那有些是什么区域部分把它分完，更高的层次再设计一些补充的席次，来帮助不同的政党，大党小党能够比较公平的受到待遇。所以他们有好几个层次的席次分配方式，像我记得最多的希腊吧，有四个层次分配席次。所以比例代表制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并且他们可能在不同的层次用不同的方式。我们等一下会说，比如说区域的部分用最大余数法。更高的层次用最高平均数法，为什么？因为对大党小党影响不一样，还用不同的方式来分配，所以搞来搞去大家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很复杂。好，
我们回来这边所说的，我们刚才说有一些国家就是分了三席了，剩两席就不分了，把两席保留起来，好在更高的层次再分配。而我们假设在这边这个选区里面五席要全部分配完毕，就像台湾的，我们全国不分区全部就一次分配完毕，那怎么分？超过基数的只有两个党，各分掉两席跟一席，分掉了三个基数，剩下两席给谁？所谓的最大余数法就是我们用减的，你得到了一个基数就把选票扣掉，得到两个基数就把选票扣掉，所以呢，这是比剩下的余数是多少，就 remainder。A 党24600，他用掉了两个基数，一个基数是12000，两个基数是24000，对不对？他用掉两个基数，剩下多少？剩下多少？剩下600。其实这边好像不太需要用计算机嘛，哈。B 党15600，他用掉一个基数，他剩下多少？哎，怀疑吗？剩下3600票，那 C 党11800，他还没有用掉任何基数，因此当然就是还剩下多少？11800。那 D 党也是如此。好，这是重点，剩下两席就是给剩下余数最多的两个政党。所以呢，席次是怎么样？余数剩下最多的是什么？11800，8000。对不对？所以呢，第二轮的话，所以呢，总共席次2111，五席全部分配完毕。这叫做最大余数法，我们说过也是目前台湾所使用的席位分配方式。当然我们这边看到，因为只有五席，所以呢最后的政党的得到的得票率跟他的席次率之间还是会有落差嘛。好，比如说 B 党可能就抗议，哎，我是15600票，大概是 D 党的两倍， D 党还8000票啊，我几乎是两倍，为什么席次是一跟一都一样，还是不太公平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过席次足够多啊，你席次那么少的话，其实很难符合所谓比例代表的这种概念。那么所以呢，这种方式之下，这个叫最大余数法。那我们等一下介绍最高平均数法，我们用同样的例子来看，不同的分配方式对政党影响就会有差别，每个政党得到席次就有差别。我们等一下会来做个对照来看一下。各位先记住，这边是2111。好，那什么叫做最高平均数法？我们先马上再来看。我们这两个介绍完之后，我们再来介绍台湾的实际的运作。这种方式最大余数法呢，这是比较正规的，好，就是介绍它的整个过程是这样子。我们有比较简单的简易版，简易版怎么计算呢？是这样来计算的。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比较正统的最大余数法的计算，而我们右边那个，各位可以对照看一下，是完全一样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一样，各位仔细来思考一下。但是必须特别提醒各位的是，只有使用黑尔基数的方式之下，我们才能用那个方式计算。如果用其他的基数，像什么族谱基数，那就不适用那个公式了。好，这个是在数学上有它的一个限制。
那么，所以如果说跟台湾，我们使用的是黑尔基数，我们可以把刚才比较正统的这种方式呢，简化成就是这样子：每一个政党它的选票除以总票数乘以应选名额。我们说过，这只有在黑尔基数的情况下才可以用这个公式：总票数它的选票数除以总票数乘以应选名额。那这边像 A 的话，24600嘛，除以6万乘以5等于 2.05。这个 2.05 是什么？二就是它占的基数嘛，黑尔基数占了两个基数，就2。后面.05是什么？.05就是剩下选票的比例，就是6万票，6万票占总共票数的一个比例，剩下的票就是.05嘛，5%。意思是完全一样、哦、那 B 党的话用掉一个基数嘛，它剩下.03嘛，好，剩下的36000票就占总票数的.03这样子。那 C 的话，它还不到一个基数，它占了多少？占了0.9833，就是11800，占了12000的话是0.9833，还不到一个基数，对不对？那 C 党的话0.6667，就是8000，好，占了12000的0.6667。所以呢，超过基数就是前面的整数。就是先分到两席，一席一样，那剩下的两席给谁？就是看谁的小数点后的余数比较大，0.9833很大，0.6667第二大，因此就是2111。各位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两种是完全一样的，那这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们说过，这个只适用在黑尔基数之下的最大余数法才可以用这种方式计算。用其他基数的话就无法用这个公式，那么这个的话这样的方式完全一样，好，当然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等一下用台湾的选举，我们就直接用计算给各位看。好，这是我们首先介绍的，就是关于最大余数法的席位分配方式，五席的情况之下，我们用同样的例子来看看，目前日本以及其他大目前使用最多的就是最高平均数法。那最高平均数法又如何来计算？其次呢？他们是这样子，我们用同样例子来看，采取最高平均数法还是一样应选五席，好，这时候我们就不管什么基数，好，不管这个什么黑尔基数，他以日本目前的方式是这样子，四个政党24600、15600、11800、8000，总共6万，分配五席，怎么分？首先第一席给得票最多的政党，得票最多的政党先分到第一席，那这边谁分到第一席？A， 好，24600分第一席，他分到一席之后，他的总票数，请注意为什么要最高平均数法？总票数马上除以2，所以呢，24600，他分到一席了，总票数除以2，剩下多少？12300，然后再来看。然后呢，第二席要给谁？给除了之后剩下的总票数第二多的就是 B 分到第二席，总票数除以2，剩下7800。好，再来看谁比较多，11800比较多，因此他分到第三席。哎，对不起，12300比较多，他分第三席。然后呢，总票数除以分到两席的总票是除以3，所以呢变24600除以3，剩下多少？8200。然后再来比，好，11800分第四席，除以2，是5900。然后第五席呢，8200、7800、5900、8000，因此 A 分到第三席，所以总共席次。3110，刚才那个方法分什么分？是2111，那这个是3110，所以一个小小的6000票、6万票，四个政党，只两种方式放下去，对于每个政党的席次就有不同的影响。前面一种似乎2111对于小党好像比较有利，对不对？这个方式之下似乎对大党比较有利。自民党为什么会设置这个制度？因为当初自民党认为这个方式对自民党大党是比较有利的，可以分到比较多的席次。所以我再说明一遍，
最高平均数，什么叫 highest average？ 什么叫 average？ 就是用除的。刚才的最大余数法是 remainder， 是用减的，一个是用减的，一个是用除的。而这边除的方式，你房子分到一席，你的总票数除以二；房子分到两席，你的总票数除以三。请问是总票数哦，不是剩余的票数。所以我们刚才说过，24600总票数除以二是12300，它分到第二席的时候呢，总票数是24600除以三，不是12300除以三。好，这边不要弄错。我过去曾经考过这个，大概一半的人弄错。特别提醒各位，哎，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预暗示哈。那么总票数除以二，总票数除以三，都是用总票数来除，所以24600得到一席除以二，12300得到第二席，总票数除以三，剩下8200，都是以总票数来除。那当然，这个情况目前日本的方式的话，就是变成311，所以这两个例子比较的话，大档小档就已经可能造成不同的影响。那更何况席次如果更多的话，当然影响是不太一样的。但基本一般来说的话，前面那个方式的话，因为用扣的嘛，用减的，你占了一个基数就扣掉一个，占了两个基数扣掉两个，基本上不会特别的对大档小档有利。台湾这个制度，但是日本的这种最高平均数法，对于大档是相对是比较有利的。它用除的，那一个 很大的档，它除以二、除以三之后呢，它再分到席次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再分到席次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好，这叫做最高平均数法。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说，这个目前是全世界使用最多的制度，叫最高平均数法。一个是用除的，一个是用减的。好，这是这两种制度最大的一个差异性。那我这边顺便再提一下的是，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的 divisor， 它的除数序列，好，是除以一、除以二、除以三，它是除以好这个所谓的 n 加一。的这个除数序列，好，凡是分到一席的除以二，分到两席的除以三，分到三席的除以四，它的除数序列是 n 加一的这个序列。那欧洲有些国家在这个上面又做了一些变动，比如说我刚才说过，一个大党它分到第一席之后，它除以二还是蛮多的，它分到第二席、分到第三席机会还是蛮大的。所以很多国家开始想，那我们如何让这些大党他分到第二、第三席的机会能够降低，让一些小党有机会分到席次。所以有些国家开始发明出其他的一种分配方式。我们说过这个东西，这种制度呢，其实这种方式叫顿特式。好，我是不知道哪一国文叫 DOT， 顿特式最高平均数法。所谓顿特式。我们这边各位了解一下，这个不用管它。顿特式的意思就是除数除以一二三四的，好，那么分到一席的除以二，分到两席除以三，分到三席除以四，这样子，这叫顿特式。另外一种还有一种叫做圣拉格式，好，顿特式除以那种一二三四的，好。大党其实除以二、除以三，还有机会再分到席次，机会还蛮高的。所以呢，有些北欧国家就这样想，就让大党分到席次的机会能够降低，让小党有机会分到。他们发明叫 centileg， 这一后面还有两点，不知道什么意思。好，那么长两个耳朵，这种方式是怎么样？它的除数序列除以一、三、五、七，凡是分到一席的总票数除以三。分到两席的总票数除以五，好，它的除数序列是二 n 加一。那我们好像在上数学了，除以二 n 加一。外一次你想想看，一个大党它分到一席就除以三，分到两席除以五，它再分到席次的机会就降低了嘛，对不对？所以北欧一些国家发展出所谓圣拉格式，就是希望帮助小党有机会分到席次。好，这又不一样，每个国家又不太一样。后来呢？有些北欧国家又发现，这种圣拉格式虽然是有利于小党进入国会，可是搞得国会里面小党太多了，那么一堆一席一席的政党很多，所以希望减少一些那些太多的小党，所以后来某一些北欧国家又发展出叫做修正式的叫 modified centileg。 什么叫做 modified 叫修正式的圣拉格是什么意思呢？它的除数序列不是1357，
是除以 1.4357， 所有的票数大家先除以 1.4 再说，让一些小阻止一些只有分到一席的小党太多进入国会。我这边说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说欧洲国家比例代表制非常复杂，说了半天就是结论。那么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这个什么最高平均数法、最大余数法、不同的层次的分配门槛，好，候选人的偏好排列，然后呢什么修最高平均数法、修正式的啊、顿特式的，然后圣拉格，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搞得非常复杂。那目前日本的是用最简单的，就是叫这种顿特式最高平均数法，凡是就是第一席先给最大党，然后他的选票除以二再来比，然后第二席凡是分到一席的就除以二，除了分到两席的除以三，这样分下去，直到席次全部分配完毕为止。好，这是目前日本所使用的方式。那其他的就是像是圣拉格啊、修正式圣拉格等等，就是提供同学们好做一些参考。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得出来，光是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小党、大党、A、B、C、D 四个政党，他们所得到的席次就有 很大的不一样。好，前面一个对于小党比较有利，后面这个显然的对大党是比较有利的。好，这是一个席次上的一些影响。好，我们比较完在这个所谓的最大余数法跟最高平均数法的这两种席位分配方式之后，我想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台湾本身。那台湾从民国80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所谓全国不分区代表的设计。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分的？另外呢，还有所谓的门槛，还有门槛的设计。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怎么样来分配席次的？那么我们就以最近这一次，今年的1月14号的第8届立委选举的各个政党的实际的得票数，来给各位做一个演练计算。那么从此之后，你们也会来可以来计算台湾的不分区代表各个政党的席次是如何得到的。好，这是我们今年1月14号第8届立委选举实际选举的结果。那么台湾目前所采取的两票制，好，一票投给区域立委候选人，另外一票投给政党。好，这是两票制，我们可能下一次上课再来介绍。那么实际投票的情况是这样子，总共呢参与全国不分区的政党总共有11个政党，我只写了前面5个。好，得票最多的是国民党，好，得到了586万3279票，那么他占了
比例是占了 44.5468%， 按照选委会规定必须写在小数点后第四位，所以我就照写。那么民进党得到455政党票，456424得到 34.61 等等。第三大党台联，哎，你们知道这个缩写的意思吗？我还是说明一下好了。第一个国民党 KMT 是什么？是什么缩写的？国民党啊，对，就是他。国民党就是这样来的。这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如果你看英文书，早期的英文书，就二次大战之前的话，国民党大概都叫做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中国国民党。好 ，Chinese 就是中国嘛 ，Nationalist 啊，就是民族主义或国民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以前大概国民党都是用这种名称，但是最近几十年来，习惯都直接国民党就是国民党，简称就 KMT， 啊 ，KMT 就是变成国民党的一个缩写。那 DPP 呢 ？DPP 倒是用意义，就是所谓的民主进步党。好，就是这个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好 ，Democratic 就是民主 ，Progressive 是进步 ，Party 就是党，啊，民主进步党，简称是 DPP。所以这两个政党的英文名称翻译方式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个呢 ？TSU 是什么？好，叫台湾 Solidarity Union， 叫台湾团结联盟，它正式的英文名称叫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叫台联。那台湾我们习惯称叫台联党，其实它名称没有党这个字，好，就是台湾 Solidarity Union， 叫台湾团结联盟，好，叫做台联。那第四个呢 ，PFP， People 叫什么？就是亲民党。好，叫做 People First Party， 叫人民第一党，好，这叫亲民党的英文的名称。好 ，People First Party， 那时候很有趣，这个2000年的3月31号吧，好，亲民党宣布成立。那时候呢，他们据说想了很多的名称，可是想了很多名称呢，去内政部那边一看，哇，名称都被人家取光了，所以到了最后呢，找一个中文叫亲民党，好，是来自于孟子嘛，对不对？那么英文就叫 People First， 代表我们最尊重人民，就是亲民党。各位知道我们台湾目前有多少政党吗？我记得上个月好像是210几吧？啊？200多？我们政党成长的蛮快的，所以很难讲，就是要看什么时候。但一直反正现在已经200多了，但200多里面常常会参与选举的不到10个。然后台湾的政党名称，你想象得到的都有，所以你现在新组一个政党，好，你要找一个别人没有用过名称，还蛮困难的，啊，不行，你去上网，去内政部那边看一看，一堆名称，什么自由党啊、民主党啊、共和党，什么都用过了，还有什么中国民进党啊、台湾共产党啊，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叫什么中华富国兵英党，那是干嘛的？啊，那是一群槟榔的爱好者，为了要维护吃槟榔的权益。他们本来要成立槟榔党，内政部不准，后来改名叫中华兵英爱国党，好之类的，什么党都有，好像没有提过候选人嘛，哈。那么，好，这是我们四个政党名称。好，不要说那个。那现在呢，台湾有5%的政党门槛，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呢，上一次今年的选举有11个政党参选。总共的得票是13162072票，这是总共11个政党的政党票，总共这么多，可是只有4个政党超过5%，排名第5的叫绿党，他的得票已经是1%多了，还不错，排第5，哎，那后面的6个政党就不用提了，好，那一些很多政党的参与，
所以呢，前面只有前面四个超过5%，然后呢，总共是，各位看一下这个差别，总共是13,162,072票，但是我们是以超过政党的5%门槛，政党门槛的来作为计算的标准。那超过四个，超过的是多少？才13,320,589票。所以呢，我们如何来计算？我们不是以这个作为分母，而是以超过5%的政党的这个总席次作为分母。所以我们如何来？我们用刚才最大约数法最简单的公式来计算的话，是这样计算的。所以请各位看一下，我们是采取最大余数法，我们是采取黑尔基数，我一直强调最大余数法黑尔基数，所以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公式来计算。国民党就是以他所得的总票数5,863,279票除以什么，这边特别注意，除以超过5%门槛的政党的得票合计，是除以这个，而不是除以11个政党的合计。好，这是门槛的限制。所以呢，我们是除以1,232,589乘以不分区的34个名额，所以乘出来多少？16.1804，代表国民党他可以拥有16个基数，对不对？黑尔基数占了16个基数，然后剩下0.1804。民进党同样的方式乘出来，他是用掉了12个基数，剩下0.5739。那台联是3.2530，他用掉了3个基数，剩下0.2530。那亲民党是用掉1个基数，剩下0.9927。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样子的话，基数占掉了多少？16、12、31，总共占了是多少席？32席，对不对？一片寂静。哎，没有问题吧？所以用掉了32个基数了，那剩下多少？剩下2个基数，那就是给剩下余数最大的2个政党，0.1804、0.5739、0.2530、0.9927。所以呢，剩下2席，第一席给谁？亲民党。所以呢，他总共分到1+1，得到2席。第二席呢给谁？民进党。所以民进党最后分到13席。国民党16席，民进党13席，台联3席，亲民党2席，16+13+3+2=34席，所以我们的34席全国不分区全部分配完毕，就是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实际的，就这样算的、啊，我们这样全部就这样34席分配完毕，那么。当然，我们另外还提醒各位的是，我们宪法里面规定，这34席的全国不分区代表里面，至少要有17席，1/2是女性。所以事实上，每一个政党他都会提出名单，都一男一女，一男一女，或一女一男，一女一男，有没有？好，那总席次一定要17。所以呢，后来分配的时候，如果各位你去回去查一下中选会的网站的资料的话，我们最后比如16席里面，正好国民党占了8席。民进党，对不起，国民党 女性8席，男性8席等等，这样一这样分配下去，那民进党也是可能
男性七席，女性六席，或是女性七席，男性六席等等的全部要，但是总席次一定要十七个女的。那后来怎么样呢？最后加起来，每个政党按他们原来的名单排列，像国民党十六个就是他的名单里面前十六名当选嘛，对不对？那民进党的话分到第十三席嘛，十三席我记得叫薛玲啊，十四席可能各位听过叫于天，于天排十四就不幸落选，对不对？但是他不分区是可以补的，所以民进党在这四年里面，只要任何前面十三个人有一个辞职或怎么样的话，或有其他因素的话，于天马上递补就会当选立委，好，这是可以递补制的。所以于天现在一定要等着递补。那么，然后呢，全部加起来的话还差一席，女性呢才十六个。那十六个情况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就找台联，因为台联的三个里面他是男女男，所以他第三席 男生就换掉，换成第四席的女生，符合十七个。他排名第三名那个人叫做黄坤辉，因此就被拉下来，第四名递补上去，符合十七个女性。好，各位看一下名单是这样的设计的。好，这是我们的妇女保障名额，在不分区里面有十七席，一定要女性。那各个政党来看他们是不是符合二分之一的状况。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目前的全国不分区，我们实际台湾我们所说，还是强调一遍，我们是用最大语数法，好，是用黑尔基数，好，我们跟像日本这些国家是不一样，而我们实际就是这样计算。我们还有5%的政党门槛，这个东西蛮有趣的。我想台湾目前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算这个东西。我记得台湾这是第一次是2008年开始实施嘛，对不对？那时候我在某一家电视台，就是每次选举的时候在分析选情，然后呢，大家都要开票，开那个单一选区的票啊，单选。可是每个政党的总席次还是搞不清楚啊。因为没有人会算这个不分区，除了单一选区的区域立委当选之外，不分区怎么算？那是我记得是在 TVBS， 然后马上噼里啪，我每次带个计算机嘛，马上算出来，就告诉主持人。那时候主持人我看叫那个主持人叫做方念华，然后呢，我就马上告诉他，国民党总共总席是几席？好，我那时候告诉他，哇，好可怕，超过70%，他也不太相信。然后因为加上不分区的嘛，然后民进党等等，后来他还是相信我，把那名单念一下。全国第一个公布各政党的席次总席次，因为我在旁边算出来的，马上算出来，马上告诉他，全部国民党总共113席，国民党多下多少席多少席，因为其他的完全没有人能够算这个不分区。然后今年2008年，我今年去哪里？我想想看，哦，我今年去伊甸市，然后我就在那边开始算。不过今年怎么样呢？我算完之后，然后也是伊甸市就变成全国第一个公布各政党的总席次。马上算出来，然后呢，在我在算的时候，竟然我以前教过的学生马上传脸书给我消息，说老师我也算出来，我比你还快。可是我们的学生还蛮厉害，就马上就会计算这个东西嘛，否则的话这其实没什么啦，对不对？然后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但是一般电视的或者其他那些名嘴怎么可能会算这个东西？那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晓得这个，所以我想各位同学以后就了解，下一次2016年的立委选举，好，大家来比比看看谁算的。各个政党的总席是比较快，就计算这个东西。当然要注意，就是先扣除门槛5%的政党门槛，然后以有效票数来计算各个政党的总席是很快就可以计算出来。好，再看那个余数，就是来决定每个政党，然后加上不分区域的部分，就是每个政党的总席次。好，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在媒体的话一片抢谁快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谁能够率先公布政党总席次，对他们而言是蛮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扣掉5%还算在有效票里面？有效，那是对啊，但只是没有分到席次啊。而意思就是说，那些不到5%的政党的席次，就是给这些大党所吞了，给瓜分了。他们原本这次还不明显，因为第五个政党是1%以下。比如说，各位查一下，2008年超过5%的政党就有两个，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那个时候的台联跟亲民党各得到3%多的选票。可是没有办法分到任何席次，像我个人，我是不赞成5%的门槛，我认为太高，因为按照谁的黑尔基数的方式的话，好，你得到1/3的选票，你就可以啊，比如说这个，这样说好了，那么你得到5%的选票，你就可以分到5席嘛，啊，分到假如100席的话，你得到5%的选票，你可以分到5席，如果得到10%的选票，你可以分到10席，对不对？这是黑尔基数的基本的精神。那你现在34席情况之下，理论上你得到34，你得到百分之50的选票的话，你就会分到34，就17席嘛。
好，你得到10%的选票，你就可以分到3点多席。那理论上你得到1/34的选票，你就应该有资格分到一席啊，对不对？那1/34是多少？哎，各位的数学能力我越来越怀疑了。1/34是多少？大概就3%嘛。所以像我一直主张，就是我们台湾的门槛太高，5%太高。那我个人建议是应该降到3%。那如果降到3%的话，其实在2008年的选举就有多两个政党可以分到席次，那他们没有办法分，那他们的席次被牺牲掉了，那给谁拿走了？那就两大党又瓜分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两大党很难让步。你不要以为国民党、民进党不会合作，好，在门槛上他们充分合作，定了5%，其他政党就很难分到席次。所以台湾现在是5%了，那我个人觉得高一点，好，3%甚至2%都可以，让一些小党能够出来。等到如果太多的话，再来限制嘛。不要说现在一开始把小党全部都打死，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个人意见，我认为是不太好的。那这次，那么因为特殊的状况，好，这个原来选前没有被预估的台联跟亲民党意外的跨过门槛，真的是意外，因为选前没有人会认为这两个政党会跨过门槛，2008年就没有，并且这次台联不但跨过门槛，还拿了将近9%的选票，这是一堆人跌破眼镜。那当然因素很多了。可能很多人说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的台联的精神领袖，李登辉在选前一天为这个蔡英文站台，然后看他的精神，大家都很感动，对不对？那就投给台联。那区域的或者是总统选蔡英文，选民进党立委，不分区的就支持台联，给李登辉一个安慰，对不对？那亲民党的话很有趣，亲民党是一个所谓的分裂投票最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呢？因为亲民党有个总统候选人叫做宋楚瑜。宋楚瑜出来，那么结果呢？最后呢？亲民党因为亲民党宋楚瑜上次2000年出来选，还拿到36.8%的选票，他在台湾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那宋楚瑜出来，然后很多原来亲民党的支持者，他也知道宋楚瑜不可能当选。但是如果你投给宋楚瑜的话，可能会造成马英九会落选。所以呢，所谓的弃保投票发挥到极致，所以最后宋楚瑜拿到多少选票？2%多。可是亲民党的部分区却拿了多少 ？Double， 5.4。换言之，很多投给亲民党的部分区的，并没有投给宋楚瑜。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知道投给部分区的亲民党，让他跨过5%，他有机会分到席次。可是投给宋楚瑜是没有用的。好，这我们等一下会也谈到单一选区制的一个特色，好，弃保效应，好，所谓心理效应等等。所以呢，宋楚瑜的选票被压到2%多，可是亲民党却拿到5.5%的选票。当然，这中间也有谁移情作用，对不对？那么这个宋楚瑜，我们虽然很喜欢你，可是很抱歉你不会当选，所以我还是要投给马英九。但是另外的不分区部分，我还是继续支持亲民党。所以呢，亲民党的部分反而在这个方面呢被拉高。但是我们也知道，下一次2016年没有了李登辉的台联，我不是说李登辉未来4年会怎么样，我只是说李登辉总统可能4年之后他的效果不会像上次一样了哈。那宋楚瑜当然4年之后也可能不会再选，而缺乏了李登辉跟宋楚瑜的带领，好，我们这个叫 coattail， 叫依偎效应。那么让这两个政党未来还会跨过5%，我们不晓得，那就很难说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因为这两个很特殊的因素造成了。台联跟亲民党跨过5%，而造成这次有4个政党可以分到席次。那当然，亲民党的话，因为还有另外一席在原住民的部分还有1席，好，所以目前的话，亲民党有分到3席，部分区的2席，然后原住民的1席，台联有3席。按照我们立法院的内规，立法院的那个组织法里面规定，我们立法院的组成党团的席次正好是3席，正好3席。所以呢，他们现在立法院里面就有4个党团，国民党、民进党、台联跟亲民党4个党团成立。本来立法院还有一个党团叫做无党联盟，无党联盟过去有3席，好，一席叫做澎湖县的林敏坤，一席就是台中市的严清标，还有一个是不分区的那个原住民的高金素梅，所以他们过去一直都是3席可以组成党团，很厉害哦。但这次的话，林敏坤意外败了，好，败给民进党提名的杨耀，在澎湖输了。然后呢，严清标跟这个高金素梅2席，他们就不能组成党团，所以他们那时候一直要求，
把立法院组成党团的门槛降低，可是没有人理他们，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组成党团，没有办法有办公室啊，或者说纳税人的一些钱来聘雇助理等等。那么后来他们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既然你们不肯降低党团门槛，那你们国民党借我一个人，国民党一个人借我们组成一个党团，那国民党也不肯，那所以五党联盟就一直没有办法组成党团。那当然最近我们也知道，因为严清标又被取消了立委资格，所以现在五党联盟只剩一席，就是高金素梅，那更不可能组成党团。那目前严清标的儿子要出来竞选，但是他是被国民党提名，他是代表国民党，已经不是五党联盟，好，所以是目前立法院的状态。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目前的不分区的一个计算方式。当然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目前实际上正在实施的制度，所以我想政治系的同学应该有必要要了解我们台湾的不分区那么重要的东西怎么样来产生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说明。好，我想我们对于所谓的这个比例代表制的部分呢，大概就先说到这边。那下一次最后一次上课，我们会介绍就是所谓的混合制，然后混合制介绍完之后呢，就来探讨这各种制度的一些影响。那到底这些制度有什么影响？好，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所要介绍的这些内容。好，我们今天大概就上到这边。